诊所一早八点开门，立刻有好几位民众在外排队，但没有进入诊间，而是在诊所外由医师看诊，接着当场领药。原来他们都是快筛阳性患者。高雄市十八号起实施一站式服务，不用再到医院 PCR 流程，看诊领药一条龙。好啊，方便啊，不用跑来跑去哦。一站式服务领取口服药，这四大类人都可以，包含65岁以上、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、自主防疫，只要快筛阳性，透过医师诊断当场领药。全高雄有500多间，但也有民众只是来拿过敏药，发现不少人是快筛阳性，吓到立刻骑车回家。不要进去，小孩都没有啊，尤其我们家有那个1岁的。民众皮皮错，但诊所有做区分，快筛阳性诊所外看诊，快筛阴性才可以进入诊间分流诊断。要么用快筛来做分流，要么就是说有一些很老病人，我们会出来详细的询问他有没有出现其他症状，没有其他的症状入内检查，我们原则上是不脱口罩。但非四大类患者就算快筛阳，依旧得到医院做 PCR， 也透露口服药还是不够，距离全面快筛阳就能领药还要等上一段时间。记者杨世吴、王书宏，高雄报道。我们有3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